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嗨嗨，我是新卷雷米，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的金V奖，并入围了翻车美极限奖。其实当初剪完影片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翻的蛮有趣的，应该挺有机会的吧。结果看到投稿数量之后，又没信心起来了。其实，在知道自己入围的当下，还没有什么实感，多看了几次才慢慢认清，哦，我好像真的蛮会翻的。毕竟我两年前也翻过一次，只是我翻的是筷子。Flashback。End of flashback. 总之呢，感谢各位评审的青睐，让我能入围这次的奖项。感谢在经历百家争鸣时期，即使累得半死又枯竭，依旧有持续活动的自己。感谢在这么多很棒的 VTuber 中，仍然愿意花时间留下来陪伴我的观众们。要感谢的人太多了，不如就谢天吧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要谢天？啊！忠心变质，忠心变质 ！Oh no！ 啊，谢谢客总，伟在客总 ！Yeah yeah，Quote for Tagen！ Yeah yeah，Quote for Tagen！ Yeah yeah，Quote for Tagen！ 最后，想跟大家说哦，不管你这次有没有入围，或是有没有得奖都没关系，有持续努力的你很棒，有好好活着的你很棒，我们典礼见，要来看哦。